子呢？我们试一起来。那不要吃，那就下去看爸爸吃就好了。今天我们第一次带瓦特和里奥来吃寿司，旋转寿司。他们是第一次吃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得习惯这个生的生鱼片。现在天凉了，今天好像只有20度吧。他们两个穿上长袖了，第一次吃寿司，哈哈，看他们两个怎么反应。他们是第一次来这个寿司店，你看，楽しい。見たことある？我的リオ知ってる？他们两个，哇，这第一次看到旋转寿司，好奇死了。喜不喜欢这个？不能摸，你不手不能碰啊。这小子竟然会吃日本辣豆，味道这么，我是吃不来的。吃辣豆，你看这样子。日本的寿司店，我好久没来了。Are you sure? Are you sure? 不知道。He's eating. He's eating with a spoon. You want a fork?好不好吃啊？不能用手，我的不能用手。日本这个他现在回转寿司店，就是在转的，现在转的鱼都很少放上来，怕不新鲜，大家也不选，所以说。大家都是自己在这个屏幕上挑选自己吃做现成的，以前都是在这个转盘上转了好久还在这里，大家就在这个转盘上选，直接看直接选，现在不是，现在看这个图片来选，因为他直接做吧，直接切了要新鲜一点。错，这个是带扇贝，好久没吃了，看样子挺好吃的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金枪鱼吧？怎么鱼？加鸡蛋，外面加海苔。这是我比较喜欢的。哎，快点吃了，咋的呢？给的。你要多乖点啊，剩下一点点给哥哥吃，是吧？这么一点点给哥哥吃啊？哎呀，你有真乖，再给哥哥吃一口呗。一个冰淇淋，两个人混在一起吃，我怕他们吃多了，他们就进了一个。他们呢，好像并不喜欢吃这个生鱼片，一口都没有吃。对，嘴巴都看得闭不起来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你看看这么多打鼓，你看，你要坐好，你要 sit down， 你要坐好。和他一起跳，站这边一起跳来，哎，这边，他对的，一緒你して，哎呀，すごいね。
我的一起来跳吧，一起来跳一下，这样子来看，阿姨阿姨怎么做？要不要？你要，是的。Thank you.